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何荣。我在这边要郑重推荐果陀的经典好戏，就是《征婚启事》。我想，每一出棒的舞台剧呢，其实它有三个元素，就是好的剧本、好的演员跟好的导演。《征婚启事》呢，其实它就是结合了三者在当中，而且它真的可以堪称是台湾舞台剧当中的经典。那当然，剧本，国修老师的这个剧本实在是无懈可击。真的是非常的棒哈，然后演员那更不用话，没有话说，这个陈晨哥阿德，还有像甚至包括连送便当的大家的很多的惊喜，像郭哥，像是心灵像这个亮哥，其实有太多太多非常棒的演员集合在一起。那当然还有更棒的是导演，那所以呢，梁导他能够来诠释国修老师的作品，那可以说就是。很棒的大师去诠释另外一个很棒的大师的作品，所以在这边郑重的推荐大家一定要看，一定要进戏院来看看这出经典当中的经典——果陀的《征婚启事》。